学习法语学了5年，好，你学习法语学了5年，然后呢？我不会说法语，我觉得我的语言能力不好，所以我不可以学习语言。别人问我你的中文很好，我告诉他我1年学习中文，他非常非常惊讶，真的，你说很快，我告诉他们我的中文。很好，因为我用这个方 Comprehensible 法，对 input 吗？我不聪明，我用很好的方法，所以你应该看很多视频，听到很多中文。我们也告诉他们，我有很好的老师，他用很好的方法，真的真的，所以你需要交一交很好的老师，然后你的中文会越来越好。